天哪，这好牌没准一个胖娃。第二三遍了吗？走，太有味，消化的小牛。哟，这是，这是新一期满堂喝彩的车票，但是没有写目的地呀。要想解锁目的地，需要联系您的好朋友李丁了。好，我现在给丁儿打个电话。 嗨，丁儿，我就等你电话了，刘总。是不是等的有点着急了吧？已经落到我的手里了。<笑>现在要向你求助一下，我们这个目的地是什么呢？我不能直接告诉你，我给你一些小提示吧。行，这个地方的英文很有特点。嗯，这个城市的名字叫做 Rockham Town， 石家庄。哎，没错，在我的提示下，恭喜你答对了。啊，石家庄，这个 Rockham Town 就是石家庄英文的直译。好，丁儿，拜拜，好。 节目表演的非常的成功啊！下面请大家进去看更好的节目吧，里边请。来，好欢乐的唐家小姐，这人真不少啊，又来小圆子，别吓着了，真开心。还给我准备了这么多零食，真不好意思，你又开心了是吧？都是你爱吃的，什么时候可以吃？那比如这个。 好，期待今天的节目呀！是吧？今天咱们要首先，咱们今天要看一个新节目。什么节目？这个节目叫《京东大鼓》，下面咱们有请崔季昌老师，有请。哎。火红的太阳刚出山。 路上走过来人两个呀，一个老汉，一个青年呐。哇，太热闹了！而且最重要的是，崔老师刚才一唱那个“火红的太阳刚出山”，让我问吴老师，我说这个特别熟，这叫什么名？是不是叫什么名？不知道叫什么名，让吴老师跟我说“送女上大学”。OK， 哎，崔老师能不能就是带领我们现场的观众，咱们再唱一下那两句？啊，可以吧？来，我这噔噔噔噔就开始啊，来。 火红的太阳刚出山，照下铺满了半边天。公路上走过来人两个呀，一个老汉，一个青年呐。哎呀，真叫棒！ 作为国家级传承人，我特别高兴。其实京东大鼓大家都不大了解，有的这还是从小众艺术，还有很多唱法。你看刚才我就自己弹着唱，我还能坐着唱，我还能打着板儿，你看全我一人，这叫什么呢？这叫包脸儿，是吧？那把包脸儿下边把我这个家务事给我拿上来，这么厉害啊！我给大家来一个包脸儿。 什么叫包脸呢？一般唱京东大鼓，都三个人，一个人弹弦，一人打扬琴，一人演唱，拿着板儿，拿着鼓，打着鼓。那我一日唱了，就不一样了。我这手要摁弦儿，这板儿怎么打呢？我把它绑在腿上。这个表演形式叫包脸儿，就是一人我干三个人的活，把这活都包了。崔老师，我听说您在国外都表演过是吧？表演的。 在美国林肯艺术中心，我一次唱了25分钟，我返场了2个小段以后，第3个小段，
我说今天我给大家让美国朋友也能听懂的英语金融大鼓。建议你们一块儿跟我唱好不好？好，来，还能一块儿唱。英语金融大鼓啊！白痴爱接开 LMNOPKORST 呀，又会 WXYZ 呀。我这人有一个毛病，扁皮厚，坐在台上唱不够，还想听吗？还想听是吧？还听这么办，我就现编现演，在现场编，在现场演，大家说好不好？好。打起鼓板心喜欢，弹起三弦笑开颜，满堂喝彩叫真叫棒啊！我祝愿大家这一帆风顺，二龙腾飞，三阳开泰，四季平安，五福捧寿，六六大顺，七星高照，八方来财，九九和睦，十全十美，百事顺心，千事吉祥，万事如意，身体健康，吃白白香，永远健康啊！下面我们要请出的是李玉梅老师为大家带来《新打工奇遇》。好，大家注意了，总经理到。大家好，大家好，哎，停。做一下自我介绍啊，我就是刚刚上任的太后大酒楼的总经理。大家好。停停，当年巩汉林老师是您这么演的吗？你懂什么呀，咱们这是向经典致敬，是不是得加一点自己的特色呀？行行行，哎，情况我已经都了解了啊。这个想当初我们太后大酒楼十分的红火呀，知道为什么吗？为什么？当时我们有一个太后啊。今天我们要是想再造辉煌，知道怎么办吗？怎么办？还得有一个太后啊。38号老太。对对，等会儿等会儿，这都20多年过去了，还38号啊？这号变不了。38号老太太。大家好，大家辛苦了。哎，我就是你们要选的38号老太太。哎呦我天哪，这也太像了，这跟赵老师简直一模一样。这脸型还演不演呢？演。老太太，哎，您这是干什么来了？我来应聘太后啊。哎呀，我说老太太，哎，我们招聘的是甄嬛太后，哎，可不是甄媛太后。您这身材是不是有点？你说说你们两个，别看我这身材，我跟你们说呀，我跟这儿啊，跟你们可是不一样的。我是有感情的呀。想当年，我师父赵丽蓉老师就在这个太后大酒楼里边打过工。20多年都过去了。你说你咋老成这样了？啊，痛罚你，怎么还打我一下？那小辫子咋的？这啥呀，20多年过去了，20多年前我有头发，那时候我还年轻呢。20年前还没我呢。哦，对对对对，没呢，这不是你们是吧？对对对对。今儿呢我来呀，这一是重温，第二呢是想看看咱们这大酒楼的发展。好，老太太，哎，既然应聘，那您都会点什么呀？我啥都会呀，我会做饭呢。还会做饭呢？那是。那您做一个呀。你请好吧。我
做的是放多炒肉溜鱼片，醋溜腰子炸排骨，松花扁担那白灵肉，还折半肚滋味足，四两四那个八碟菜，白干老酒啊。我做的饭菜到底香不香？香不香？哎哎哎，站好！哎呦喂！香是香啊，嗯，您想想啊，嗯，就算您能唱一晚上，挨着桌唱，您能挣多少钱呢？不是你啥意思？要唱，您也得到网上唱啊。网上那直不到，直播，这。那得不太了解那玩意儿，这村里没通网啊，嗯，直播不知道，那得了，来秘书，让老太太见识见识什么叫直播。好嘞，音乐起。大哥大哥欢迎你，感谢你来我这里，大哥大哥你最帅，欢迎尝尝我的菜，各位老铁点点赞，我全场补贴20万，点点下边的小黄车，我的好物特别多，千里姻缘一线牵，爆竹炒肉溜鱼片，画青龙画白虎，醋溜腰子炸排骨，谢谢宝林大哥穿的大火箭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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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玩意儿乱得死了，这个那个白虎和那个排骨有关系吗？老太太您不懂，嗯，这叫双鸭。哎，现在啊，我开的也都是新式酒店，菜品也都是新式菜品，唱的词儿也都是新词儿，老词儿的不要啊。哎，老太太，既然真的要应聘的话，嗯，您唱唱这个，这个我能唱，能唱啊，嗯，等会儿唱。秘书，把那电话赶紧给我拉走。20多年前，我倒霉就倒霉这电话身上了啊！老太太，哎，能不能唱？我能唱。您得唱新词儿啊！过去确实是二锅头里兑的白开水。那现在呢？现在是白开水里边兑二锅头。二锅头可对不起了，太贵了。现在兑的是二锅头香精。香精？哎。一滴香精，这瓶水那可就是清香型白酒了。我的天哪！哎，都是科技与含糊啊！助理，上来了。各位大哥，欢迎来到我的直播间。平时，哎，欢迎啊。平时在我的直播间，这瓶白酒180一瓶，要不要？要。哎，但是今天我要把价格打到底，150，要不要？要。130，要不要？要。100，要不要？要。80，要不要？要。32.26，要不要？要。哎，要那不能够。32.26，买一瓶我发6瓶，仅限200单。哎，经理，那个商家说了，太便宜了，给不了。我不管那一套，我要自己补贴，我要让大哥们占尽了便宜，薅光了羊毛。32.26，干，买一瓶送6瓶，200单，321，上链接，下单，提手送。哎呦，停！再不停，我这心脏病都要犯了。我跟你说，多热闹啊！这是啥呀？这是？哎，我跟你说，你们应聘的是太后，那太后人家都跟你们似的呀。那太后得有太后的风度啊。想当年我师父跟巩汉林老师，人家那个那卖的那个萝卜开会，不是那个群英荟萃。你看人家巩汉林老师那家多有范儿啊！你这想起来了，这一段啊，我也会。你来来，我来来。今天这一盘菜，群英荟萃，要您了80，一点都不贵。今天看一看，过来尝一尝，吃到嘴里特别的脆。
如果你不相信，你尝一块脆不脆？我吃了一块嚼在嘴里，确实它有点脆。为什么这么脆？为什么这么脆？我要问问你，它为什么这么脆？它怎么就这么脆？它就是一盘大萝卜。怎么又把老词儿唱出来了？你别说啥词儿了，你听听人家这小曲儿多好听啊。那好听是好听，有什么用啊？现在说出来那词儿啊，必须得有代入感。代入感那咋代呀？不懂是不是？秘书给他来一个代入感的。好嘞。这位小主，接下来您要品尝的这道啊，这道是专门从西域番邦进贡而来的宫廷绿萝卜、宫廷白萝卜、宫廷胡萝卜混合而成，精心调配成的群英荟萃，您若是吃上一口，定能让您七窍生风，神清气爽；您若是能吃上两口，定能让您面色红润，神情焕发；若是能将我们准备的这些全部吃掉，那便是极好的。哦，若是能立刻下单，那便是极好的。若是能再给个好评，那便是极好的。若是能再给刷点礼物，那便是极好的。你们缺德！我这是怎么说话呢？这是。我告诉你，货真价实那几个字儿你们都忘了，你们这是虚假宣传，这胡说八道，我给你们曝光。曝什么光？那电话都收起来，上哪儿曝光啊？电话收起来，小子，今儿我让你防不胜防。干啥？瞅这是啥？手机啊。嗨。嗯。嗨。哎，直播呢？不是那个网友们，那个联欢会呢？不是联欢会，还在小品，词儿都不收，赶紧关了，真的。你别给关了呀！你呀，我能不关吗？你给我曝光了，我可是总经理第一天上任的，我还想把酒楼的 IP 打出去呢。我 IP， 我告诉你，照这样下去，你非得挨了皮。啥意思啊？你啥意思都不懂啊？嗯，二十多岁你白活了，二十多年了，你真是个棒槌呀！你不是二十多年了，您骂我的话都没变。哎，经理，走四方啊，路迢迢。水长长，密密茫茫。不是老太太，老太太，你别走啊，老太太。来，欢迎梅老师，欢迎您，姐姐。来，请坐。我刚在台下当时看的时候，真的是恍如隔世，真的是内心是带着一份感动去看的。我有时候啊，我。看你我看不出来，听你说话，哎呦，真是一模一样。对，声调，包括那种平仄音，包括这种这个方言的那种味道，我觉得模仿的真是惟妙惟肖。对，确实好，下功夫了。对，待的时间长了，就是跟我师父在一起待的时间长一点，是吧？刚才您在台上演这个新打工奇遇的时候，很多唱段我们都会把底下包括很多观众都会跟着唱，还有那个如此包装啊。我说几个，大家看能不能接上？比如说那个堂客奏是堂啊堂着走，三步一窜，两啊两回头，五步一下摇，您别说，六步一招手，堂客奏是堂啊堂着走，这叫堂客，落词了。然后还有那个还有什么？点头 yes， 摇头 no。下一句，来是 come， 去是 go， 再往后。见面一般 say hello， hello hello， 哈哈喽，哎，这才对的，还得有凉活的。师傅都给您留下了什么？哪些特别宝贵的财富？我师傅给我留下的很多呀，做人，演戏，
但是我就是一样的忘了。哪个？今天我带来了，我师父给我留过一盘磁带。啊，原来我忘了，我其实就是忘了。首版专辑，嘿。而且刚才在介绍的时候呢，裴岩也特别说到了赵丽蓉先生是非常著名的评剧表演艺术家。对，那今天不知道我们，是否有幸能听一曲儿啊？那大伙儿爱听不？爱听，爱听。那这样，我就学唱两句我师傅那个爆花名吧。好，好，行吧，好，学唱两句就清唱啊。那我学，那我学。那李丁老师给我配合吧。我学那个凤霞大师。好。没错，春季里怎么还出了六呢？到我们那儿都六，六，六月六，看故乡，春打六九桃。谢谢谢谢魏老师，谢谢。下面咱们有请专业的两位杂技演员为咱们带来一段芭蕾顶技。好，芭蕾顶技。是我家姑娘为大家演的顶技，下面呢，我为大家来一段登技，好不好？好，好，上道具。娘儿俩吗？娘儿俩，娘儿俩。啊？对，娘儿俩，娘儿俩，娘儿俩。嘿。我听说那个下边观众朋友说，哎，这小台子太轻了，哎呀，没什么意思，咱们来上大纲。啊，有的朋友不相信这个纲呢是真的，我想呢，请一位朋友上来看一下，男女都可以。李丁是有没有？可以。来来来来来。你好，你好，您检查一下这个缸是真的还是假的？自己检查一下。我想问一下，这个缸是挺重是吧？对，真的。嗯，真的哈。您是什么地方的？其实我是广西人。广西。哦，是啊，看来你是从广西汽车也坐过，火车也坐过，飞机也坐过。
对，做过。轮船肯定也做过。对。大钢您做过没有？那肯定没有。那你来到我们河北也算来着了，小姑娘，那就请姑娘入瓮吧。这小姑娘不重当时，我估计得七八十斤吧。对，啊，那也不得了。你得亏没上去，你要上去就是瓮中捉鳖了，你知道吗？说中捉我。哇哇哇！哎呦！哇！我天哪！哎，这真聪明，哎，哇，是的。还说得出话来吗？问问。怎么样？头晕了？就是非常的刺激，非常的刺激，像做游乐设施。好，谢谢你，谢谢。哎，我想看看那个缸到底是什么样的。你看，有不怕死的。我看一下，看一下。哎呀，林老师你好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哎，您检查一下这个缸，哎，自己搬一下。跟挑西瓜一样。哎，真的，这是铁的吗？对对对，这缸多重啊？你能搬起来吗？你俩手搬一下，这啊，对，俩手，吃劲啊！我要是吃劲，啊、你要是搬不起来的话，也是正常的。哎，刚才那个小姑娘多重啊？姑娘你多重啊？90。你有90斤吗？我觉得没有，最多60。我是60公斤。是啊。啊，我能。就是，咱稳一点，没做过缸，是吧？就是没做过缸，确实安全。今天呢，咱就试一下吧。不，别试啊！你要是没把握，咱这个环节可以取消。啊，能不能？你看，大家都说试一下。石家庄的观众，看热闹真不嫌事儿大呀。那行，咱试试好吧。不是你动，刚刚。我问你一下，那个林老师，啊，他们看不见我。那个林老师，我跟您说哈，刚才你没上刚来的时候，我不敢跟你说，我从来没登过这么重的。今天成功不成功，我也不知道啊。我出来还来得及，能让他出来吗？啊，行。就这样就行。坐好了啊，坐好了，一定不要动啊。您一定要稍微稳着点儿。好嘞，给你宋老师来个掌声，好吗？好。哎呦！慢着，慢着！哎呦！我，哎呦！亲爱的朋友们，还能说话呢！亲爱的朋友们，哎呦！哇！满堂喝彩，真帅，真帅！好。哎呦！得转起来，可以，这更狠，这可以了，可以了。哎呀，好，都让我怀上了，先把眼泪擦一擦再出来。哎呀，谢谢，哎，很棒很棒，这是不是满堂喝彩？好，谢谢。哎，节目进行到这儿，你们不觉得少了点什么吗？觉得，就是那位老师还没有登台。我说的不会是自己吧，丁儿？我还没上去，是不是？哎，我还没上去。好了，来一个，谢谢，来一个，好，我去了啊，去吧。谢谢啊，感谢大伙儿的掌声鼓励啊！您看平常啊，到宏顺曲艺社来听相声，我觉得是个好事儿。是啊，缓解压力呀。啊，对，人活着什么最重要？什么呀？开心呀！太对了，不是有这么一句老话吗？怎么说的？说金子银子，
不如有个好身子，票子车子不如有个好孩子，镯子链子不如有个好妻子，您住再大的房子不如开开心心一辈子。当然了，您到这儿来啊，我们这些演员给您解决不了前边的那些东西，我们唯一能够做到的就是让您开心快乐，只有这样您下回还能再来买票，我们就可以解决前边的问题了。嘿，你瞅瞅这人啊，说话一套一套的，这不都是跟你们这些个相声演员学的吗？跟我不是听您这意思哦，你不是相声演员呐？我业余的，业余的啊，昨天晚上刚干的。那你也忒业余了点儿吧？这我正格的，我正格的。干嘛的？我古彩戏法。你呀、你会变那个魔术？六岁我在吴桥学的古彩戏法啊。哎呦，反正我个人认为啊，我觉着我这个古彩戏法这方面的天赋要比相声强得多。是吗？我16岁的时候我就已经破格被蓝翔魔法师学校录取。上那儿干嘛去了？学魔术。那是学魔术的地儿吧？不是吗？蓝翔魔法师学院。对呀、后来我记得啊，应该我毕业以后大概在26岁那年、迎来了我在古彩戏法这个领域里的一个转折点。怎么着？非常的有幸拜在了我国著名的古彩戏法大师李德龙先生的门下。嘿，这啊，说这么热闹，怎么了？露一手。在这儿。对呀，露一手。你瞎呀？怎么了？这不露着呢吗？你这叫露一手啊？对呀、你要说露两手我就把这也掏出来。这什么玩意儿？这叫魔术啊？这个这当然叫魔术了，这还不行啊？不是、让你变魔术呢给大伙儿，你整这玩意儿干嘛呢？这是这挺好的。你拉倒吧、你这正儿八经来给我们来个正经的。对，看嘛看、来来来，这样吧，我给你们来一个悬浮术行吗？我找我那徒弟要个道具去啊。悬浮术，各位，我真的我从来没近景看过这种魔术。哎，今天让你看一回。哎呦，离这么近看魔术，看一回啊，荣幸。纸杯啊，地心引力，一松手，把袋掉了，是不对？一松手，袋掉了，对不对？我下边我让它飘起来，啊，飘起来。哦，它能飘起来？信吗？不信是吧？我真让它飘了啊！来来来来，我这就走了。干嘛了？你干嘛呢你？干嘛？我让他飘，你蹦什么呀？废物，你吓我一跳！你别飘啊，飘他呢！哦，合着你打算把他下起来？不是下起来像话吗？下起来像话？你把他飘起来！知道，我知道。哎，看咱这手法！这啥呀？噗！哎呵呵。好。推起来可不算啊！你别捣乱嘛，这运气呢。呔，啪！好家伙！看见没有？哎，行了行了，好家伙！各位，您看清楚了啊！就这玩意儿，就这个，还值当的用那么大劲儿？你有病啊！啊，我们变魔术平常旁边不让站人。对，早站人早揭穿你了。这么烦人呀、你看见了吧？你非得告他们干嘛呀？废真是烦人。干嘛呢？这你真是你有事儿没事儿？你有事儿没事儿？你没事儿你上一边去。我上哪儿？对，我这变魔术，你站旁边，你不能你戳一下子。哦，什么吧？跑这骗观众来了？什么叫骗观众？我这变完你没听见底下都尖叫了？你拉倒吧你这玩意儿这叫魔术啊这？这还不行？这当然不行了，这还不如这个呢。这什么玩意儿？行，那我再给你来个这个。你上一边去。行，你这样啊，抬杠啊，抬杠。我给你换一个。你这换。我给你来一个读心术。好家伙！行，那咱看看。哎，随便找了本书啊，我就拿这个书啊，跟你玩一回读心术，行吗？行，那怎么玩吧？说吧。咱们这样啊，你让观众说。是找这本书的第几页、第几行、第几个字儿，然后你脸冲那边，我脸冲这边，咱俩谁也别看谁。我通过捕捉你
脑电波，然后我能读取到你看见的是哪个字儿。这么厉害？这是读心术吧？对，这叫读心术。来一回。哦，那行，那来一回啊。但是你别找同一个观众说啊，什么？人家怀疑是托，你找仨观众分别说啊。还真是。这样吧，咱出一个观众，说是哪一页。来来来，后边那位美女，对对对对，您说，哎，随便说就行，谁说都行，随便说，没事。第十页。第十页是吧？哦，好，第十页。好，来，再来一个观众，哪一行？第六行。第六行，一二三四五六。好，第几个字儿？再找一个观众。第四个字儿。几个字？第四个。第四个字是吧？是。好。大哥都急眼了，大哥都。找着这字儿了是吧？找着，找着。第十页，第十页，第六行，第六行，第四个字，第四个字，对吧？对。好，你现在全神贯注地盯住那个字儿，盯着呢，把这个字儿看到你的脑子里去。好啊，嗯，盯住了啊，盯着呢。我下边开始读取信息了。第十页是吧？第十页，你盯住那个字儿啊！我盯着呢，没读。第十页第六行是吧？对对对对对，第六行啊，第四个字儿对吧？对，四个字儿。第，你盯住这字儿了吧？盯着呢。你确定你认识这个字儿吗？认识啊。那个，我不认识。不是，你连这个字儿都不认识，你这。你往后挪挪。那你说第几个字？挪挪，你随便换一个第几个字都行。这回你说了算。那第六个字吧。第六个字是吧？对的，第六个字是头发的发。嘿，好家伙，你这个魔术可真太……喂，干嘛？穿什么来？来，我看看来。不是不是，怎么了？我刚恍惚了一下，闪了一个什么玩意儿？花叉呀？不，盒饭盒。你别什么盒饭，还没吃饱呢，盒饭，哗一下闪过去了。这是什么意思？这上下册，啊，你上一边上下册，我不是找着了吗？找着这，读心术，这找着了管什么事儿啊？你魔术，你干嘛呢？这上来之后骗人吧？这不是？你这得会不会呀，啊？我骂不会，我骂不会，你会骂呀？我给你们来首绝的，今天啊！哎呦，刚才咱算闹着玩了，行不行？正儿八经的，我给你们来一个正经，我在吴桥学的。来，您各位看过这个三仙归洞或者仙人摘豆这类的魔术吗？就是三个小碗往里边藏豆啊，哎，用这个碗挡着您的视线，对吧？看的就是您的眼快还是我的手快？嗯，我就给您来这个，来这个。但是我来我就比他那厉害。那怎么着？因为我不用碗挡着您的视线啊，我就俩手愣变。嚯，哦，就拿俩手变呐，咱手快呀，那这个太厉害了，手快呀！来来来来来，我找个小道具，快快快，我找个您前面这个，啊，这个吧，这个吧，哎呦，行，这真是现场的啊，道具都没带来。是我这平常我不来这个，因为这都亮真功夫，就来这个吧。打小六岁在吴桥学习古彩戏法，一直到现在36。三十年了，真的啊！变戏法之前，我一直有一个习惯，什么习惯？爱吃俩枣。对，那个别，你先甭客气。好家伙，你这就是跟观众要吃的去了。你傻呀？怎么了？我不要，他能给啊？咱是演员，咱能跟观众要吃的呀？哎呀，我这不比你强多了吗？我怎么了？你都是等散场以后，你下去抓去。别说这个。还挺甜，这枣，你看看，你知道这枣是哪儿特产吗？哪儿啊？不知道吧？啊，我也不知道。咱走吧，走。嗯，上哪儿去？这不要来了吗？好，就表演个要枣啊，就啊，那还不行吗？废物，变魔术。嗯，变就变啊。对呀，好，就这个吧。啊，手里边一放，嗯，就这一个枣能看清吗？嗯。后边有看不清的吗？看不清是吧？啊，看不清，你下回买前面票。
对，自个儿解决啊、嗯。这手里一个，这手没有。嗯，我跟那些个没下功夫的魔术师不一样。怎么？他们会往这个手里边提前藏一个一模一样的东西。哦。一会儿他攥好，他说过去，哎，一打开这边有一个，其实他这手里边早就藏好了。呵，我这手里可没有，您检查一下啊，就这边手里边有这么一个啊。嗯。下边咱们说来可就来了啊。好啊。我一会儿我说让他过去啊，他妈。哎。来来来，干嘛呢？这是干嘛呢？哎，你是火眼金睛啊？我怎么火眼金睛呢？我这手这么快，你都看见了。我的，你这手还叫快呢？啊？哎呦，那这摄像机给你快放100倍都能看清楚。不是我是说你半天没吃，光我吃，我给你拿一个。你甭来这个，好家伙，这手没有啊？嗯，您可盯住了啊？嗯，看的就是您的眼快还是我的手快？咱们说来就来，您可千万别眨眼，盯住了啊！好，我数三个数啊，三二一，过去，回来。你别骗了。好，咱们下面一块欣赏四板连唱。好，好吧。水平八仙过海显奇能，欢声笑语热情高，台上台下乐滔滔，满堂喝彩到哪里圆，画画家乡美，都把家乡来宣传，咱们也得谈一谈。哎，咱们河北省地大物博美食多，咱把什么说一说？咱们河北省地大物博美食多，必须把各地美食说一说。好，我先来。咱们河北省会师家庄，美食营养又健康，红星包子无几何了有特色，搞成宫面燕凤红肠也不错，那棋子烧饼属唐山，酥而不腻肉馅鲜，您再来碗遵化搁着解解馋。您要是来到了秦皇岛，各类的海鲜美食不能少，羊肠子粉疙瘩最有名，咱的美食真出奇，有二毛烧鸡、永年灌肠和酥鱼。邢台的美食也有很多，有南宫焖饼、龙窑羊汤我爱喝。来到了保定别见外，您得先尝尝直隶总督菜，什么锅包肘子、总督豆腐、鸡里蹦，吃完您别空着手，打包着驴肉火烧您带走。对对对，吃完您别空着手，打包着驴肉火烧您带走。张家口的特色也要尝一尝，来坝上必吃烤全羊，台沟堡的熏肉更畅销，承德有胡脊板鸭、驴打滚，还有那满汉全席的名气数第一。大家到沧州来旅游，您得尝着沧州名吃狮的头，火锅鸡的味道麻辣鲜香，廊坊的美食数不清，请数那皮薄馅大的香河肉饼最有名，衡水饶羊豆腐脑配上了大饼卷肉味更好。刚才把河北的美食都说到，但只是简简单单做介绍，咱们河北省饮食品种花样全，三天五天说不完，甭管您工作有多忙，还得亲自来品尝。这么近那么美，欢迎周末到河北。对对对，这么近那么美，欢迎周末到河北。美食啊，不过瘾。我们几个给大伙儿送美食怎么样？好，哎，这个好。来来来，送美食了啊！来来来，真有，掌声热烈送美食啊！咱们来来来，来来来，来上来来来来来，看谁那边掌声激烈啊！来来来来来，后边后边，什么都没有。来来，吴老师您来个这个，好好。驴肉火烧，往那边上，往那边驴肉火烧。对你先等着。
你保护一下你的牙齿。这个火烧吧，拿过来一看，这个就产自河建啊，沧州河建的火烧，因为它是长的，圆的那个是保定的。对啊，这个呢特点就是面皮比较酥脆，圆的那个吧，它那饼就比较暄乎。哎，吴老师，您第一回吃这火烧什么时候？那可早了。因为我跟河北很有渊源，因为我姑姑在河北工作生活，我三姑那会儿是在河北的保定在那儿当老师，所以我就去那儿寒暑假的时候，我就去那儿可以玩。让我多一句嘴啊，其实没有渊源。你看那个吴老师，就实在找不到渊源，然后把自己三姑搬出来了。啊，你搬一个搬出来了，你准备搬你六舅？我不是六舅。我妈妈出生在石家庄。哦，我妈妈就出生在石家庄啊，但。哎，但是你要说，妈妈出生在石家庄，这等于说你是回娘家了。是是，我当然回娘家了啊。嗯，哎，有一首歌就叫《回娘家》，擦擦手。这是河北民歌啊，这是回娘家，就是那个当年我们听那个左手一只鸡，右手一只鸭那个。下面我正经给大家唱一段《回娘家》，大家欢迎。这是吃饱了坐不住了，你知道吧？就正经的啊，让大家能够听到美感的那种啊，是一种美的享受。你还有正经的时候呢？呱呱。身穿大红袄，头戴着一枝花，剪纸和香粉就往脸上擦。哎，后边都会了啊。左手一只鸡，往那边比。右手一只鸭，身后还背着一个胖娃娃。一呀一只喂，哎呀，哎呀，我怎么去见我的妈？你妈说不用回来。你这唱的比说相声逗多了。好，下面有请贾海水、杜明二位老师为大家带来古彩戏法，有请。大家好，我叫杜明。我叫贾海水。老汉今年58，身高1米88.888。老头今年66，吃沙窝都不长肉。那个，我们不但今天有特点，而且我们有绝活。长话短说，绝活，开始。哎，就拿这个茶碗，今天啊，变一套戏法。哎，那位说了，我见过，说这个茶碗啊，能喝水。哎，人家这茶碗还能变水，变上两条金鱼。变戏法呢，有一句话叫蒙上盖上，变得快的，不蒙不盖，变不上来。我这有块布，我拿这布把它搭上，有没有？没有。哎，没有。哎，你看好了，有没有？没有。没有，没有，这就来了。哎，往这一盖，这就来东西了。嗯。小碗一个。还在，还在。还在。把这铁圈拿着罩上，罩上以后。哦，哎，照上以后，那位说了，你照上以后是不是就有了？还缺一个手续。哎，我这就抓，这一抓一放进去，打开，里边有水有鱼。那位说我不相信，这学会变戏法，伸手一把抓，抓住看不见，撒手就变，说的一二三变了吗？走。啊，哇，我这光顾说话了，把我这碗给碎了。看看吧，赢。我这碗嘞，碗呢？碗没有了。那我说碗从去哪儿了？实话给大家说，我这个叫传统戏法，这叫什么？叫金杯入地，也叫飞杯不见。碗在哪儿呢？就在这儿了。哎，你看不见，那给变一变来。没在别处。说你是不是在布里藏着了，包着了？没有。中间，中间也没有。敲一敲，在哪儿呢？拱掌起走来了，看你把碗儿，哎哎，好，观众说了是不是碗呀？再敲一敲，听一听啊。铁圈，哇哦，碗边，哇，再听听碗肚，你再听听中间，怎么又没了？又给砸了，又砸了，哎。
变上了一边东西了。呀，谢谢大家。他带你个下酒菜来了。下酒菜就您变吧。哎，该我变了。哎，你变吧。你变不成了。哎，不，让给你。该我变了哈。我也是玩两个小碗，你看看，空的什么都没有，是不是？没有，没有。好了，怎么变呢？我把它轻轻的把它扣住。哦。哎，扣住。开始念咒语。好。怎么咒语呢？看好了啊，小小瓷碗端手中，上借白云下借风，白云化作美酒，清风送酒入碗中，它就有了。有了。哎，我看看啊，是不是白酒到了？嘿，哇，真来了。哟，好好好，中碗变酒，你看看，哇，嘿，不错不错不错。你闻闻闻闻这酒味怎么样？没味儿，白水。白开水。你是哪辈的？那实话实说嘛。哎呀，行行行，哎，说句实话，为什么用水呢？因为呢，这里面还要变出小金鱼儿。你不能让金鱼儿喝醉吧？是，那不是不是？来来，拿鲍鱼缸抱起来。好，把加点水。好，好，来，变成小金鱼儿啊。小金鱼儿怎么变呢？哎，看好了，咱就拿个，哎，这张行了。好了，白纸一张。哎，哎哎哎哎，呵，哎呦呵，好像是有鱼了，试试来，这是吧？二，嘿，哟呵，又是白纸，怎么样了？真来了，小小的白纸就变成一小金鱼，怎么样？哎，啊，怎么了？你这还不叫本事？啊、怎么不叫本事？你在台上表演啊，大家看不见啊，你能不能去观众席上、嘉宾那儿变上一条？来、啊，我把我的宝贝拿上，稍等啊，出来了宝贝了。这宝贝什么呢？这其实啊，看着像个项链，其实啊，那探测器探测什么呢？探测人的肚子里面是不是有什么宝贝？我看看这，这是他吧？就求他吧，他离我近。来，我是一个特别单纯的人。试试啊，好嘞。你探测我，可能我觉得我是一片空白，是吧？来，这个看看您的肚子到底是才高八斗还是？来看看啊，来探测一下啊，哎，进去了，是不是？啥东西？哎。探测一下您，哎呦，您的肚子不得了，满腹经纶确实高。哎呦，哇，还有鸭韵，还有未消化的小鱼儿，活的。哎，你中午吃完怎么没消化？是啊，没消化吃金鱼啊。他也不能吃金鱼呀。哎，两条小鱼儿的，哦，是不是？来条大的啊，大的，对，小鱼不算。小鱼，哎呀，我拿过这个鱼钩了，他那肚子里全是鱼籽。哎呀呀呀呀呀！哎呦，我不信你这个，看您肚子怎么样啊？哎呀，哎，好了，来，您这家伙准备从哪儿下的？从这儿。这样，我把他嘴张，把嘴张。我这样，我看看，先看看其他人观众有没有。哎，我看看，嘿。都没有，我看这儿是吗？那还得是我。啊，你这儿有了！我这哇，哇，这个儿哎，活着还，你太厉害了，你太厉害了。啊，我也吃不了这么囫囵个儿，我也不是鱼鹰啊，我怎么活？你看这鱼儿和这鱼儿，你说人家你这肚子为什么那么大？这条不一样，不一样。他那他中午还吃了头驴呢，那个掉出来是。祝愿大家身体健康。万事如意，年年有余。好，咱们下面一块欣赏佘岳东、刘友凯为您带来的《漫谈河北戏》，有请。哦。谢谢大家的掌声鼓励，感谢各位啊！当然啊，再热烈一点就更好了。热情，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。好啊，我的名字叫佘岳东，这是他的名字。介绍一下我身边的这位老师，我呀，这是我的搭档，对，姓刘，我姓刘，他的名字叫刘友凯，这是我，我特别喜欢跟刘老师在一起合作。哎呦，我也高兴啊，是吗？你看多假呀，嗯，不是，多么的真诚啊。那当然了，为
为什么喜欢跟刘老师在一起合作？说说原因。就拿我们相声演员四门功课来说啊，说学逗唱，没错，对不对？嗯，那这是刘老师的看家本领。哎，这是我的看家本领。我特别喜欢学唱。哦，学唱，尤其是对戏曲艺术情有独钟。戏曲好啊。就拿咱们河北来说哈，那真是百家争鸣，百花齐放。是，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地方戏，非常丰富。比方说到了咱们邯郸。古城邯郸，对，有武安平调烙子，哎，石家庄有丝弦儿，是，保定有老调，对，唐山有评剧，嗯，咱们河北人最爱听的就是河北梆子，哎，有特点，特点，高亢嘹亮，没错，有一段传世佳作叫《红风烈马》，有很多唱腔大伙耳熟能详，比方说它里边的一折叫《武家坡》呀，有《算粮》啊，最好听的一段就是《大灯殿》。最难唱了，有一段叫金牌调来银牌宣啊，高亢至极，是吧，好听极了，再给大伙儿来两句吧，再学一学啊，太好了。问你一下啊，你有事儿吗？我没事儿啊。没事儿啊，好，下去坐着听去。你这样吧，我坐哪儿我下去，你这你把武斌老师换上来，你下去行吗？哎，我们老师愿意跟你捧哏吗？人家吴老师行吗？行，你看，你这样，我唱没问题啊、嗯。我男唱女，我给大家反串这段河北梆子《金牌调来银牌宣》，难度最大了。你别闲着，我给你鼓掌。不，鼓掌用不着，你用在座这么多好朋友呢，对不对？我干嘛？你给我帮个忙，帮什么？在这喊一句话，喊什么？万岁有旨，宣王宝钏王娘娘上殿。就这一句话。别看就这么一句话啊。嗯，他是皇上身边人喊的，这一说大伙就知道是谁了吧？太上皇，你上一边去。皇上的父亲，什么玩意儿啊？马达江海，马达江海。我给你做一道具吧。啊，我给你做一道辅助一下您的表演，丰满我的人物，对，行吗？可以，说来就来，这个道具做出来。我的搭档啊，都替我考虑。哎，特别好哈。你就这样就行了啊！我就这样。对，你喊完之后，我一领旨，音响师傅给咱放伴奏，跟着伴奏一块唱，还有伴奏，行不行啊？太好了，说来就来，很期待。开始啊！万岁有旨，宣王宝钏王娘娘上殿呐！其实压根儿也没想下去，是，你们越鼓掌，我们越演得厉害呀。既然大伙儿都喜欢听，再给您唱几段行吗？好，好吧。咱们说句良心话，各位，众口难调，我有一个提议，不唱了。对，那咱就走吧，再见。什么再见？这什么呀？这样吧，观众啊，你要爱听。你就举手示意我，哎，我呢就下去找您去，您就点，他就给唱，
好不好？行吧，各位，好吧，不要客气，各位啊。哪位？哪位？哦，这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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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哦，人不少，人不少。我先下去啊，来，我下去啊。我看，我看看这位美女，你看，我就喜欢采访美女啊。来吧，这样你给点一个。武家坡。哟，武家坡。武家坡是豫剧还是河北梆子还是京剧还是黄梅戏还是评戏？豫剧，给他来豫剧。豫剧。哇，豫剧。豫剧武家坡呀。我天哪，我还得先给你编一个呗。啊，没有这剧种是吧？不是，有这个剧种，但是豫剧我真没有听过武家坡呀。编一个，编一个呀。你这个真考验。马里了下梁国，你马里了下梁国呀，这不是武家坡吗？哎，好。还是豫剧版的武家坡。可以。多好的演员啊，你看。真能编呀！其实这样，要不就咱就不点了，人太多了。咱这样，吴老师，妈呀，行家呀，我不是来踢场子的。别问问，大家想不想听吴老师上台唱一个？说太对了，想不想？是这样的，吴老师，哎，你是我心目中的偶像。别！观众有这个要求，咱得满足大伙儿，是吧？嗯，好，各位，好，谁出的主意这是？哎呦，掌声再热烈一点。京剧好不好？好，好。你们觉得三个人的话，我们来段京剧，来段什么？张家鹏，知道，知道啊。这是内行，我好懂，好懂。行家，你来分配一下角色。你说我们仨的话，得知道仨人物。那个阿庆嫂，刘月东。阿庆嫂，阿庆嫂。OK。然后那个司令的话就是刘友凯。后边就不用点了吗？对，武斌老师您就凑合凑合吧。你觉得我跟刁德一反差很大是不是？不是，您很像刁德一。那这样，知道这段的话，我试着唱唱啊。你这样，你刚才人说了嘛，分配完角色了，你来这胡传魁，你就站着，就不是，他得背，哎背，哎背着我们就对你就是把你的光辉的这个脑袋露给观众，是这样。阿庆嫂这边，你到时候给他一信号，我给他一信号，给完信号之后，你后边有一个哈哈哈一路，哎，这就是胡传魁，你还省事儿，这就展示我，就你在这等着，转过去，呆住了啊，我们没有信号的时候，你绝对不能动过去，好。我等你们信号是吧？对，等你信号啊！不给你信号你就不许乐啊！快点，胳膊疼，快点！来，小黑，你待住啊！开始啊！来，别搅和了啊！来着啊！来，指挥交通了，他是。来啊！想想这词儿啊，好久没唱这词儿了。是才听的司令讲阿庆嫂真是不寻常，我佩服你沉着机灵有胆量，竟敢在鬼子面前耍花枪，若无有抗日救国的好思想，也能够舍己救人不慌张。舍己救人不敢当，开茶馆盼兴旺，江湖义气第一桩，司令常来又常往，我有心背靠大树好乘凉，也是司令洪福无光方可与雨能有成响，新四军就在沙家浜，这棵大树花有银两，你与他们常来往，想必是安排照应更周详。爷们儿唱太好听了，爷您坐下喝点水吧，我有点累。我告诉你啊，今天我这个嗓子还不特别那什么，我痛快的时候，是是是，这调还能得绷得住，知道吧？这喝点水，喝点水，慢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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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得嘞，得嘞，得嘞。您二位把人家给晾台上了，忘了。那信号呢，吴老师？胖娃娃，一二三，变了吧，走。还有位消化的小牛一脚。
不纠缠，这个劲那个劲。